什么时候的事情？怎么会呢？ 你知道什么叫战争吗？你到底怎么了？战争对每一个人来说都是灭顶之灾，没有人可以置身事外。 是不是小满出事儿了？你说呀，是不是小满出事儿了？啊，是不是？如果没有弄错的话，你家里面。 家里等着我呢，小翔。小满也在家里等着我呢，我得回家。小翔。